原标题：43岁流亡，62岁当皇帝，19年奇葩事不断。他才是真正的励志哥，晋献公的宠妃骊姬害死了晋国太子申生，又捎带害了申生的弟弟夷吾和重耳，被迫离开晋国，各自去寻找避难所。这一年，重耳43岁，重耳和他的随从先来到敌国，这里是他母亲的娘家，敌国很热情地收留了他，正赶上打胜仗得了2个美女，一个送给重耳做老婆，另一个送给重耳的重要谋士赵衰。5年后，晋献公死了，晋国大臣李克杀了奚齐，到此派人到敌国迎接重耳回国，重耳怕是阴谋，拒绝了。结果他的弟弟夷吾当了晋国国君，夷吾很了解哥哥的才能，派杀手潜入敌国要除掉重耳，以绝后患。重耳提前得到消息，带着手下人去了齐国。临行前，重耳对他的敌国老婆说：“等我25年，如果25年后我还不回来接你，你再改嫁。”敌国老婆笑了：“25年，估计我坟上的柏树都老粗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等你。”听了老婆的话，重耳安心的上了路了。这一路很狼狈，风餐露宿的，常常为吃饱肚子发愁。有一次，重耳饿得不行，随从向人讨饭，人家不但没给饭，反而装了一碗土，肚子咕咕叫的重耳很生气。赵衰却说：“这是吉兆，因为土地是国家的象征，这阿 Q 精神也是源远流长了。”到了齐国，齐桓公很热情地接纳了重耳，不但给他封侯的安家费，还把贵族女子送给他做老婆，在齐国的生活安逸又幸福，齐国老婆又温柔又贤惠，齐国国君送来的吃穿用度都是上好的，和流浪的日子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重耳安于现状，根本不想走。对于主人的现状，赵衰等人很着急，他们私下商量怎样让主人重新振作起来，避免他陷入温柔乡里出不来了。齐国老婆知道了赵衰等人的心思，就和他们一起合计，由他把重耳灌醉，再由赵衰等人把他抬到车上离开齐国。重耳酒醒后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齐国的边境，他非常生气，但也无奈地接受了现实，重新踏上流浪的路。到了曹国，曹共公不但不给好脸色看，反而对重耳传说中的双泪感兴趣，在重耳洗澡时偷看他是不是真的双泪，双泪是什么样子。倒是曹国大臣傅姬不但私下给重耳食物，还送他一块玉作为盘缠，重耳收下食物送还了玉。经过宋国时，宋襄公以接待国王的标准接待重耳，但宋国刚吃了败仗，本身又是小国，重耳很快离开了。在郑国，重耳也不受待见，郑国一个大臣还建议郑文公杀了重耳，好在郑文公没听，重耳安全地去了楚国。在楚国，重耳受到隆重的待遇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一次，楚成王半开玩笑地问重耳：“如果你以后回国当了国君，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兵戎相见，你如何报答我今天的礼遇呢？”重耳说了4个字：“退避三舍。”几个月后，秦国派人来接重耳。原来晋惠公去世，在秦国做人质的晋国太子偷偷逃回去了，这下惹恼了秦国，他们要为晋国再选一个新国王，以证明秦国不是可有可无。他们的目标锁定了流亡在外多年的重耳，这样重耳去了秦国。在秦国，秦穆公一下子送给重耳5个清一色秦国贵族女子做老婆，还帮助他当上了晋国国君，就是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。此时的重耳已经62岁，从43岁开始流亡，到62岁当上晋国国君。重耳经历了19年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但他也增长了见识，为以后的励精图治打下基础。
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